玉敏新书《袭击梁振英》现已接受预购。预购方法，请亲临普罗政治学院支付现金或支票，存款于普罗政治学院东亚银行储蓄户口，并将入数纸副本电邮至途中地址。电邮需清楚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将划线支票抬头请写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邮寄至普罗政治学院，并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好，翻到嚟澳门街，又系我昌哥哥。喂，醒神，醒神啦！啊，已经唔再宅啦。放完假未？放完假，放完假未啊？仲系放假嘅心情。哦，系咯，咁样样嘅，因为咧圣诞期间咧，都觉得澳门啲气氛好似都好过往年咁样样啊。系啊，系啊，今年圣诞条街都旺。起碼旺丁先啦，嗰、那個場嗰、那個啊，周圍都塞滿曬人啦。咁至於有冇話銷售啊，咁呢啲就唔係好似話零售啲數字咧就跌咗，旺丁啊不旺財，咁、哦、但係都有個氣氛喺度先嘅。咁因為都好多遊客過嚟澳門，咁老老實實啦，你嗰個譚司長好多嘢做衰做壞，又拆曬啲文物一回事。個光影節咧真係吸到客嘅。咁啊，叫做有嘢睇下，因為澳門自古以來都係冇咩燈飾噶嘛，聖誕。係啊，香港啊，好鬼齊，好有氣氛啊，但澳門咧。可能啲商場比較少啊，嗰啲商業嘅 promo 咧就冇咁興旺，咁搞到好似啊出街聖誕冇咩 feel 咁樣樣，主要咧都係靠啲政府嘅燈飾。咁你一搞一搞，反正政府都要砌嘅，咁咪砌個光影節出嚟，咁呃下遊客，咁啊去影相呃下拉，咁其實都 OK 嘅。尤其是噴水池嗰啲咩有棵大嘅聖誕樹啊，整個燈飾天幕啊，都幾吸到好多啲閃光彈喺度出現嘅。尤其是塔石好似又搞咗個聖誕市集，係啊，一個好鬼假嘅聖誕村，不過假得嚟。都算是營造到啲聖誕氣氛啦，咁好過冇啦，因為以前真係死城咁樣，聖誕係啊，好成班 fans 出到嚟都唔知做乜，唱 K 飲嘢又唔係咁樣，搞 party 又唔係咁啊，係嘛？而家仲有得唱 K 咩？好似啲而家冇噶啦，我已經係咯，因為我講緊自己廿年前啦，透露咗年齡。sorry 啊，其實我廿歲嘅啫。咁啊，即係你以前澳門啊，真係冇嘢搞噶嘛，咁嚟家搞擺到明，賭業就要啊，山你水喉噶啦，咁自自然然真係要揾啲多啲嘅方向啦，咁啊。留在澳門的都有 feel 嘅，唔留在澳門嘅，你打開 Facebook 都好多人出咗去，去曬旅行啊，去曬北海道啊，啊滯留咯、啊，搞到，甚至乎去追極光啊 ，po 曬極光上啊 Facebook 啊，冇計噶啦，光都有啊，係啊，冇計噶啦，因為澳門人啊錢多冇嘢玩。澳門咁啊，留喺度把鬼咩？咁咪趁呢啲假期時間，一家大細去旅行啦。啊，咁啊，旅行啊，佢哋嘅事啦。我哋啊，照樣開工有錄音啦。咁啊，錄定咁啊。嗱，有個問題啊，近排即係你唔好以為啲新聞都好靜啊，係破天荒咁驚嚇呢單嘢。係啊，精彩精彩，有起承轉合，要日日追嘅原來。係啊。嗱，咁樣嘅話説咧啊。土生葡人議員高天赐咁啊，開頭咧係被傳啊，聖誕節前夕咧係兩個仔就販毒，咁就被捕嘅。咁啊，大概係23、24號係傳出呢個消息。咁最開頭咧係喺《現代澳門日報》嘅，係現代啲嘅《澳門日報》。送份大嘅聖誕禮物俾阿高議員啊！係啦，因為一早已經捉咗，唔知22定23號已經捉咗㗎啦。咁但係唔知係咪因為佢哋啲記者裏邊啦嚇，同啲司警某啲人熟啦，就知道佢係阿高天赐嘅兩個公子。咁啊，你知啦，嚟家澳門啲新聞啊都進取咗嘅，會爆料嘅。主流媒體唔提嘅，報紙、電台、官網、黨報唔提嘅。咁細報要出位㗎嘛。
咁啊，同埋呢條友又啊，介乎民生派與民主派之間嘅議員得罪佢，有冇咩成本嘅？騎長派係騎長派係啊，其實應該騎長派。騎長係啦，即係叫做啊，見風使你啦，即係啊，我覺得啫嚇，咁啊，騎長派議員。咁而家報咗出嚟之後咧，哇！你睇下啲 fans 真係冇得頂啊！第一件事就話嗱，呢啲咁嘅不實嘅消息，你冇四圍傳啊，都未證實啊，係真嘅。你而家咁樣係誹謗喎，你咁誣衊我哋嘅高議員喎、係好多啲咁嘅 fans 嘅佢，我唔知點解喺邊度彈出嚟，網上面洗曬。但係都要合理懷疑嘅一樣嘢，唔係大家都講緊咧，高議員都好。希望我哋澳門人啊，有一啲嘅獨立思考啊，合理懷疑嘅。嗱咁樣，首先要講翻先。做咗澳門人咁耐，其實都知道噶啦、啊。通常咧，報紙登嗰啲嘢咧，未必100%係啱嘅。係啊，係。但係咧，啲普遍廣播嘅傳聞咧，全部都係真嘅。啊！呢個喺個澳門嘅定係啊，好奇怪啊，好奇怪嘅喎。係啦，越唔講，但係大家越嚟知嗰啲咧，多數都係真嘅。係啦，係啦，講為傳播都係真嘅，咩謠言止於智者嗰啲人咧，講呢句之後咧，隔幾日咧就爆出啊，原來單嘢係堅嘅。包括今次都係咁樣樣，之前試過好多次㗎啦，即係都係一啲好似好不實嘅傳啊傳啊傳啊之後，哎呀，歐文龍就俾人拉㗎啦。係啊，啊咁樣樣啦，講翻成件事先啦。係啦，即係我諗咧，最大迴響應該係網上面佢係好多支持者，但係好得意嘅就係咧，全部都係冇頭像、冇樣睇到，呢下先恐怖、啊。太空號，太空號係啦，即係，唉，咁我覺得嚟家呢個網絡文化無可避免，因為互相咧廝殺太勁、尤其是佢同嗰個咩發展新動力嗰邊咧，兩邊喺度爭嗰啲博彩員工嘅票源啊，各自都係整個互長年匯片互片 啊，喂，真係好鬼撲街喎，將人哋嗰啲家爺仔乸嗰啲相鋪曬出嚟，起曬底喺度鬧喎，所謂禍不及妻兒啊，但係係唔會理呢啲嘅佢哋，嗰兩班人互片咧好緊要嘅，咁啊。所以會見到好多 account 佢哋已經玩到咧係冇頭像出嘅、即係你至多食花生好，你冇幫任何一邊，你幫任何一筆煙，你都冇命嘅真係唔係講笑。即係你真係隨時你做咩工喺屋企幾多部電話全部同你 post 曬出嚟、即係已經變咗係一種嘅互相指責、互相責罵，但係完全係唔係一個健康嘅網絡平台咯，變成咗一個戰場啊！係啊，即係我覺得就比較缺德同埋低層次有少少咯。你仲比吳國昌、歐錦新年代嗰啲仲加低劣啦，嗰啲支持者啦嚇。咁、但係我覺得點都係入去數，始終都係高議員啲支持者嚇。咁、當然啦，兩邊都係撲街㗎啦嚇，兩邊我都鬧曬嘅嚇。咁唔關阿袁事啊，我講嘅啫嚇。即係咧，好啦，咁過咗第二日之後咧。即係網媒《現代澳門日報》報咗呢單消息，懷疑係高議員咧公子之後，咁就有一個細嘅電視台叫做澳亞衛視，咁佢就報導咗咧，就係話高議員咧係承認咗啊嗰度真係佢兩位公子被捕嘅，咁啊懷疑販毒嘅賣大麻花，咁啊仲話好痛心咁樣樣啊，即係呢個消息證實咗之後咧，開始就反轉咯喎，啲民意即係會話啊，即係尤其是啲支持者開始轉口風啦，知道咦係可能真係真嘅喎，領個嘢喎，因為好細嘅啫嘛，澳門嚇旁敲側擊啊，你永遠屋企人啊朋友啊，永遠都係有一個做警察噶嘛，係啊係啊，唔做司警都做治安警噶嘛，咁收下收下風，呢啲風咧好快傳，知道哇原來堅嘅，跟住會開始話啦。啊！高議員真係偉大，為咗市民咧就放棄咗監聽，即係有呢啲咁嘅言論開始出咗嚟，哇！真係冇得頂。好啦，咁跟住件事就個個都當係真，連澳門日報都逼住要登嘅時候，係啊，逼住表態啊，係啊，逼住要喺頭版嘅左下角細細隻字嘅標題。嗱，我有報㗎，但係我好細隻字嗰種啦。咁啊，即係個個都知道真相，真係被捕嘅時候咧，咁啊，高議員啊，隔咗三四日之後，而家出嚟就搞個記者會啦。佢有冇攬
個仔定係有啲咩意見啊？咁佢話仔大仔世界啊嘛。咁講真，我唔知阿袁你點睇啦。咁你話十八歲或以下咧，真係 100% 父母責任嘅。成咗年之後出咗嚟社會做嘢咧，喂，講真，而家啲小朋友長大咗，即係一個月都唔知見唔見到阿媽一次啦。就自己住有自己，已經係佢都有埋孫啦，大佬，即係又自己揾食，自己家庭，自己住咁樣樣嚇，間唔中見下屋企人，唔會日日見啦都。你話係咪真係入曬老豆數咧？即係我覺得責任唔係完全冇，但亦都唔可以完全入曬老豆數咁樣樣嘅。咁佢亦都係講仔大仔世界之餘咧，佢個記者會個重點就放咗喺啊，我自己以前啊讀離蕭啊，同幾個同學一齊為澳門人點樣爭公義啊，以前點樣窮啊，神父啊點樣樣啊，幫佢俾嘢食啊，即係講講呢啲，跟住又話自己長年啊為澳門人服務啊，打温情牌，咁啊鞏固翻自己啲 fans 先，即係我嘅感覺咧。佢成個記者會係咁樣樣咯，咁佢又唔會話推卸話啊個仔販毒咧，完全唔關事，咁佢又唔會講咩，佢講嘢係好叻嘅，好叻噶，好叻噶，好大體嘅，真係好大體個記者會係啦，係啦，同埋佢話佢又講嘢氹 fans 氹得好叻，話三日都喺屋企啊，出到街咧又個個話支持佢啊，佢覺得開個記者會咧，主要都係要多謝佢嗰啲嘅有曬關公啊，朋友啊，係啊，自己做翻關公咁啊，化解危機。咁你變咗個記者會咧，哇，又攬又抱啊，又花又生火咁樣樣，即係好似 fans 見面會。啊，唔係話好似香港傳媒見開啲咩公開致歉啊、澄清啊，係啊，好香港啲記者會啊，俾啲記者係咁放箭噶嘛，無論係有台又好，唔係有台又好，係咁放箭飛到七彩噶嘛。咁啊，佢都有啲激動啲嘅場面嘅，即係問啊，你而家個仔犯到會唔會引咎辭職？咁佢即刻扯火，即係爭在未鬧人咁，但係都語氣非常之咁激動咁樣啦。咁即係佢都扎得住個場嘅，即係要氹人嗰陣時候，氹人要介乎鬧人與平和翻件事之間咧，佢拿捏得好準確。係啊，佢會即係站翻起自己嘅原則啊，唔可以為你。就算我開個記者會，我唔係道歉會啊嘛，咁所以佢又企翻喺原則啊，你話鬧，喂佢真係喎，唔知係咪學過太極喎，四兩撥千斤之後，佢話你叫我辭職，咁你用翻呢個態度，可唔可以檢視翻我哋嘅啊特首啊嚇？叫翻人攞翻呢個咁嘅態度去對翻呢個社會，佢呢一招幾勁嘅喎！係啊，叫個記者你照樣問翻特首啊，咁樣樣係咯，係咯，喂咁啊啱喎！個仔既然你要覺得個仔又關我事咯，咁佢個暴行咪仲加關特首事係咪先？係啊，喂，關乎呢個社會民生，你真係呢啲咁嘅言論，又或者呢一啲咁尖鋭性嘅問題，好少可會見到喺一啲官方嘅記者會啊，又或者就算官方出席一啲嘅場合，好少記者會咁樣問法咯。咁所以，咦，佢呢一招咧啊，轉移翻啲視線去嗰邊咧，亦都符合翻佢自己嘅身份，所以呢一招高啊！不卑不亢，亦都有自己嘅原則，但係又不失霸氣，亦都不失公關。啊，即係所以佢真係有一手嘅，佢可以做到今時今日，可以自己啊立黨立派啊。另外咧，有樣嘢好得意嘅，你見佢你自己會開記者招待嗰陣時候咧，班齊曬自己啲人馬在場嘅，講啲咩精警嘅全場拍手掌啊、歡呼啊咁樣嘅，即係你做記者見到咁嘅勢，你都唔夠膽踩得太盡啦，同埋成個氣氛會覺得係高議員啊好正面啊咁樣啦，唔會變成一個好負面，因為仔女犯到連議員都冇得做，即係唔會擺個咁樣嘅勢咯，成個氣氛啊做得都幾好咯嚇。咁啊，但係咧要扣分就係佢隔離個 friend 三同事啦，我唔明啊，你又唔係人哋阿媽，點解要喊咧？真係，即係你 friend 你工作拍檔嚟嘅啫，你下年選唔選擺第二都成疑問喎，啊，即係。唉，即係我都唔知道，我覺得有少少古怪。咁啊，同埋就
而家同埋我想講咧，澳門人咧好善忘嘅，過多一排咧，可能一節目出街咧、都冇咩人記得呢件事，即係聽我哋節目都醒翻，係、高原個仔犯毒喎，即係冇咩人記得㗎啦。咁啊，記得又好似話都係好理所當然、好自然嘅事咁樣咯，或者係一貫澳門嘅一個風氣咯，覺得哦，邊個邊個做過啲咁嘅嘢喎，係啊，哦咁咯，好快唔記得呢、這個你單身。我都爆爆完兩日之後就算噶啦，澳門人係好善忘噶嘛。另外咧，講翻啦，佢個仔咧，佢衰嗰個咧係叫做大麻花。咁啊，如果係啊，我聽啲外國朋友講，其實你就算係大麻定大麻花都好啦，其實食嗰啲咧好 casual， 當食煙嘅，即係犯法都好啦，或者唔犯法都好啦，都啲好 casual， 食飽飯啊，對一支relax 一下咁樣嘅嚇。但是澳門始終都是近排嗰個販毒嗰個個案係不斷咁樣上升，仲係外地人喎，又大陸又好，澳門又好，鬼佬啊、南亞裔都好，係捉咗好多單嘅啦嘛，已經有啲聖誕前夕，喂咁司警做嘢四位數、收到啲封邊條友羊賣得啊，冇按管嘅咪冚佢咯，咪交數噶嘛，咁樣都正常啦、咁啊，你就算係全世界標準嚟，我大麻可能。甚至乎覺得應該要合法或者點都好啦，係啊，有吹過呢個風，係啊，全世界都係咁吹噶啦。咁但係始終喺澳門法律都係咁，佢啊斷到正應該都冇得避噶啦。咁啊，咁我而家打温情牌，睇下可唔可以叫做幫下手咁啊，可以啊冷卻翻嗰個負面感覺咯。冷卻喎，但係有件事講到興合合過，真係喺關閘嗰頭爆到七彩喎。係啊，咁啊諗下一節翻嚟再繼續講啦。好，翻到嚟澳門街第二節。喂，頭先講到咧，關閘嗰邊真係火光紅紅，興合合，興合合，連環燒車，燒好似有九十架定係點啊？係啊，總之一百幾廿架啦，走唔甩㗎啦。好似都有幾人不惜送院喎，要。咁啊、喂，好似呢排都少啊燒，點解而家又興翻燒車嘅咧啊，仲要話冇問題嘅喎、冇可疑喎、起火原因冇可疑喎、咁點解啊？風高物燥咩？喂，而家興度好高，而家興啊燒車何聖誕咩？燒車好嘢，多謝燒車啊！嚇、點解會有咁嘢咧？嗰、那個唔係燒山咩？哦，係是但啦，我就係唔知點解咯。嗱，其實大家回憶翻澳門嘅新聞啦，回歸啲前後咁啊，隔住咁，至到早幾年咧，都係啊，一頭兩個月都會有一次燒車嘅，由連續幾架到連續幾廿架都會燒嘅，但係停咗一排嘅。而家唔知點解啊，又興翻燒車啊！咁啊，嗰啲都市傳聞咧，係唔知啊邊個大佬啊唔信邊個勢力咁啊，想將澳門嘅治安做到好似好差咁啊，不停玩燒車，好似以前有啲咁嘅傳聞，我唔知係咪真啦。燒車可以反映啲有啲咩？有人搞破壞啊嘛！咁你燒車新聞一定播噶嘛？你唔係下下都繁榮安定噶嘛？係咪先嚇？劫案又冇啦，強姦又少啦，咁咪燒下車咯嚇！話俾你聽，你個特首做得唔係咁好喎，即係我唔知係咪咁啊，我都唔係好明，我唔知道。即係到嚟家咧，佢即係幾廿單燒車案咧，全部都係無厘頭嘅。即係咪覺得阿姨澳門交通方面嘅問題好易入手，所以就燒車啊，表達啊？情緒啊，第一話最合理啊！第一話燒咁啲車之後咧，咁啲人都要買車。喂，你大佬嚟，而家買架綿羊仔都兩萬幾啊！係啊，大生意嚟㗎！你諗下啦，燒咗九十部九二一十八，都係幾多錢啊？八九幾萬啦、啊！唉、真係唔係講笑啊！正，大生意，大生意。冇燒車又冇人買車啊！哥，而家又話。啲車位難泊啊，一位難求，所以啲人都唔夠膽買車，燒車就多人買，即係有人買。喂，仲有一個問題就係、是、你揸四個轆，屌你澳門邊區都冇位泊噶啦，咁電單車預咗俾佢抄，咁、你一個叫做出行嘅成本，咁都仲叫做有數可以計到啊，咁咪逼住買翻個綿羊仔代步咯，人人都係咁噶啦。
咁但係咧，你而家泊得到車嗰啲位咧，好多時候都係駁抄噶啦，反正咁係泊一啲多車嘅地方啦。咁佢一係唔抄，抄就抄一百幾廿架啊嘛。一齊抄啦，啊，駁佢係因為喂計起上嚟抄。其實仲抵過真係租個位啊嘛，係啊，同埋你方便啊嘛，你生活啊，有時候一日要走幾笪地方，喂，巴士你又搭唔到，行路又行得遠，你又趕時間要做咁多嘢，咁冇計喎，逼住電單車，一般澳門市民要用電單車出行，邊有選擇啫？咁而家你話連揸電單車都要俾人燒，即係你用錢都解決唔到啊！唉，我都唔知點算。你又話要人哋公交出行，你乜交嘢啫？真係嗰架巴士又塞唔到上去，之後你嗰條咁嘅乜鬼啊？鬼影都冇隻，咁輕鬼，輕鬼真係輕飄飄唔見咗隻鬼，之後搞到哇！咁點樣出街啊？即係你話要建設社會，你都俾我哋揾方法去建設先得㗎。其實提咗好多年㗎啦，你又可以咧嗰啲將嗰個車嗰、那個駕駛成本啊增加，即係譬如話哦個牌費加十倍嗰類咁嘅嘢咧啊咁啊。仲有一樣就係、是、啊，要做好公交系統，但係而家發現係冇可能㗎啦。大概係諗下先啊，十二月中係啦，咪啊出個張圖嘅，成個阿馬拉前地啲牌，哇八陣圖啊，係啊，勁過啊，火碰燎原啊，三國演義嗰啲啊，黐線，諸葛亮嗰啲八陣圖，喂真係八陣圖咁，佢打曬轉成個旋風咁樣樣，係幾十架巴士，然之後塞完阿馬拉，再塞埋過去條舊大橋喎，但係。你又巴士又搞唔到啦，的士又係咁，又拒載啦，好牙煙喎！話的士多數都係淨係車遊客，唔車本地客啊！呢、這個就雖然唔係新聞啦，但係今個聖誕都經常都會聽到呢啲咁嘅事喎。係咩？你聖誕有試過接的士啊？我接唔到啊，梗係網上啲朋友講啦，佢哋話喂，寧願去載啲遊客喎、哦，我就算個朋友香港嚟嘅都好，佢見到啲港澳人好似零舍唔想載咁喎。咁係咪要扮大陸人呢？我哋都係要咬住支煙，揸住個拖機，揼個大肚腩出嚟咁接。又或者夾住個公事包啊？係啦，扮起碼條頸有條金鏈先咯。我唔理你係咪噴金定係咩金啦。一係著得大媽少少咯，女性就咁啊，可能會截到車咯，係嘛？好似有班的士從業員啊，唔知係香港係嘛？話宣誓話唔什麼唔拒載啊，咩嘢喎？要搞到咁嘅款喎？嗰個會啊，香港嘅咩？哦，是但啦嚇，唔係即係冇啦，死性嚟，因為政府又唔帶頭搞，你民間又冇曬意見，係咪先？唉，其實好容易嘅啫，你有人想選下立法會，又有啲山埠嘅，唉，睇下有啲咩交通問題，適當時候啊，搞翻次遊行，好簡單嘅，十架車，你中意塞阿馬拉又得，你中意塞新馬路又得，係咪先？中意塞中區咁嘅高士德又得，你十架車唔喐擺馬路中心就全路癱瘓噶嘛？係啊，係啊，咁你嗰個抗爭咧就相當之有效噶啦，即係全部人咧都會啊係新聞嚟噶啦，唔係佔，即係唔係所謂嘅佔中咁簡單。澳門唔會有佔中區咯。是經常都被佔中區咯、啊、人又行不到車又行不到咯、啊、你只要掘下路啦落下雨啦你已經是全澳的交通癱瘓了啦已經嚴重影響澳門的經濟啦好像出年仲要政府已經宣布帶頭佔中了掘路、啊啊、有千交幾單牌曬隊咁樣要掘啦咁你一定下年就是塞車年嚟噶啦嘛咁啊冇得解決噶嘛，咁我又唔知佢，唉，即係佢啲咁嘅工程，佢又要繼續掘，咁啊賺錢嘅嘢你又阻止唔到佢，因為政府要搞工程嘅話，你完全係唔使俾人監管啊嘛，立法會都阻唔到佢啊嘛，要搞就搞噶啦嘛。你話修橋補路大曬噶啦，你講曬啊！一條路啊，兩個月掘三次，你都吹佢唔漲喎。即係澳門嗰個寶藏咧，應該都係掘之不盡噶啦，所以真係一個掘金嘅嚇、啊、尋夢園嚟噶，澳門真係。
咁但係啊，你作為普通人就相當之咁難頂啦。尤其是啊，你有仔女翻學嗰啲，真係我見有啲人啊，即係寧願租屋租爛堂樓都好，近翻個仔女翻學喺翻嗰區住咯，要。哇！唔係交你咁樣面對呢啲交通實扯火啦，實有壓力噶啦。如果將呢啲壓力你得唔到宣泄啊，又唔知擺咗去邊啊，大鑊啊！係，唔係啊？好叻嘅澳門人，即係面對呢啲咁嘅壓力啊、逆境咧，逆來順受，過兩日就當唔記得噶啦。即係，唉，即係好似我頭先咁講，佢可能係住氹仔路環啲豪宅嘅，咁啊私家車都唔止一部，但係都冇計。咁始終仔女都要翻學，係咪先？佢自己住嘅地方，翻工嘅地方泊到車啫。咁但係學校係冇車位泊噶嘛。咁啊，接接送送咁鬼艱巨，索性真係租屋喺學校隔離。啊，真係所以，唉，你啲車位同埋樓市永遠都係有價有市嘅。即係你成個澳門人嗰個生活嘅結構都已經係搞到亂曬大陸。唉。嗱咁同埋咁講啦，除咗嗰個咁樣樣嘅交通問題，基本上都好厭噶啦，個個月都咁講噶啦。咁啊，仲有一單嘢咧，都好鬼花生嘅，就係、是、啊，我哋以前嘅檢察長啊，何超明咁啊，近排嗰個審訊真係峰迴路轉啊！你真係睇電視劇都冇啲咁正嘅劇情。一開話聽到咁一列出嚟咁 Q 多單罪名，真係 O 曬嘴喎！1970條罪，即係簡單啲解釋啦，就係、是、你偷，即、就、係、是、屈佢偷個袋米，然後逐粒米同佢計數。係啦，係啦。咁啊，其實都係一件相當之撲街嘅手段嚟嘅。咁啊，傳聞啦嚇，即係好多啲其他啲網台啊，或者時事評論員啦、啊，都放個風出嚟話啊，其實佢最大罪咧唔係貪污，因為做嘅嘢咧，其他官都做緊嘅，即係譬如話租一啲豪宅愛嚟啊接待貴賓兼俾自己員工用啦、啊，或者啊開數啊做啲工程啊俾自己啲親戚朋友做啊，呢啲其實好多官都咁普遍，好普遍嘅、澳門人亦都冇咩所謂，亦都管唔到咁款。問題在於佢之前都計想參選特首啊嘛，呢一年又想出閘啊嘛，就算係全民出閘未 confirm 啊，都嗱嗱聲煮死咗佢先啦，咪搞間咁嘅嘢咯。喂，咦？咁呢、這個好似係先進過香港喎、哦。香港你想出閘放風都可以俾一段時間你喺度放風話想唔想出閘啊 ？ELL 啊！啊！記者問你之後，考慮一下啦，又或者哎呀有啲咩問題咧，都會同市民咧並肩作戰啊！咁放下風，喂，澳門唔使你放風喎、啊，真係呢啲都慳得翻喎、啊。因為已經直接喺度對決緊啊嘛，大家有少少記憶嘅時候都知道啊。劇場派議員啊，上一次我哋講嗰個啊高天赐啊，特登佢自己都有個媒體叫做咩早泄媒體啊，咁就放風話啊何一成咧就肯定係下一任特首啦，哇！即係玩呢啲，即係咧佢會揾一個中間人咧放風出嚟咧，就話佢係特首咁啊嗱嗱聲咧煮死佢先，咁何一成可能由頭到尾都唔想選，或者佢受個壓力知道唔對路，咁嗱嗱聲澄清啊下一屆我一定唔做特首噶啦，冇興趣冇性乜乜乜啊！即刻斬釘截鐵啊！即係咧你香港嗰啲咧。又放風又要睇民意係嘛？跟住又要選委喺度投票。澳門唔係嘅，直接已經台底下邊嘅言論啦，或者用一啲還手啊、正手啊、貪污啊入唔入到佢罪啊，已經喺度鬥緊鬥到，哇斬到係啊！你有冇咁意願啊？你乖乖唔講嘢又或者唔表態嘅話咧、啊，都仲還可以揾、人出嚟逼你表態，你選你就選啦，試下選啦咁啊！真係。所以都幾得人驚啊！咁當然啦，呢啲梗係要聽我哋節目《澳門街》先要解俾你聽啦。咁睇完一則咁啊幾行字嘅新聞，唉，你點知佢背後點樣樣操作啊？講翻何超明啦，喂，千九幾條罪喎，咁係咪審都審幾廿年啊？咁好似都死硬咁嘅款喎，就算冇罪。
完全都入唔到佢最好啦，咁啊，但係都搞佢一大輪啦，而家都已經坐咗成十個月啦、啊。要睇佢點拆咯，睇下傾唔傾得掂數。因為咧，聽講咧，好似話咧，如果係開個庭審嘅話咧，要90日之內咧，咁就要入曬佢啲罪嘅，咁應該都千幾條都入唔到，可能揾啲最容易入噶啦。咁重點就嚟啦，一坐佢嘅時候，佢就爆出啊，原來陳凱凡啊司長都有親戚揾佢入檢察院。找到靚位嚟做、你都咪話唔吹漲啊！佢即係志在一鍋熟啫，你飛咁多箭，我唔攞啲盾牌，唔攞啲咩去保護自己咩？梗係啊，揾幾個擋箭牌出嚟啦！嗱、咁樣樣啦，因為咧佢冇得揀噶啦，你俾人告成咗啊，十幾廿碌都有得坐嘅咁。反正都前無去路，逼到埋牆咯，咪啊攬住一齊死咯！啊，你咁做我咪啊揾翻你系統啲人啊拖埋落水咯。都澳門，因為你都知啦，咁細啊，隔離嗰個實同啊邊個有關係嘅，咁所以我係識揀嘅，就梗係攬炒啦。你唔攬炒，你自己一個。頂咩傻嘅，而且呢啲你賺咗翻嚟嘅，你唔係淨係得你自己噶嘛，你真係交咗錢俾其他人去做呢件事噶嘛。咁喂，你而家就話責任歸喺我身上喎，我梗係唔制過你啦，呢只死貓點食得曬啊？嗱咁樣樣啦，因為而家審佢嗰啲人啊，告佢嗰啲人啊。全部都是他以前的馬仔嚟嘅，而家大師傅出手啊，屈曬機你又唔夠人哋告，玩下手無罪釋放，仲趕一次選特首，你又領嘢啦，因為人哋檢察官，哇！你哋啲啊姓乜姓麥嗰啲大家族，佢要釘住你嘅話，全部都走唔甩，唉，即係。你豬佢唔死，仲放翻生佢，佢本來都冇諗住選咧，嗱嗱聲選埋兼同你清算啊，大 Q 鑊啦，到時候啊，唉，真係買定涼茶食花生啊，唉，咁啊，希望啊，劇情有啲新發展啦，跟住落嚟我哋都可以啊，同大家追貼啲啊，講翻兩句啦，啊，今集時間差唔多啦，有冇嘢補充咁樣啊，完。冇咩嘢補充啊，買定花生咯，係，咦，又趁低又開喎，係啦，之後之前跌咗啲啊，而家可以追翻啊，係啦，好啦，下次再同大家繼續講啊，拜拜，係。